这时候兵哥就要讲，他就遇过，而且呢，为了一个病，他花了60万还没好，是怎么回事？讲到军医吼，他们讲我是又爱又恨，你知道我规身躯胃头甲脚吼，大部分拢是军医开的啦。嗯，啊，因为拢是发生咧逃兵嘛，吼咧逃兵的时阵，我会记得一遍吼，我逃兵的时阵吼，去抓到的时阵吼，我左手吼，我左手不是干那肌腱拔断过安尼哦，我左手迄阵去用扑一刀是。正中神经、尺神经、桡神经，咱手有三大神经。你都研究好了。中等期，你知道？中等期的时阵吼，迄阵有这样经验的人真是很少。对，你阿掉的时阵吼，就上802，我吼上802陆军802总医院，迄一期讲，这我无法度，这接神经我无法度，上三种的，上三种你要为高雄，坐救护车，搁上到三种的，看守所搁来派人的。归去吼，迄阵军法局规讲，啊无归去吼，移去台北，移去台北，卖踮台南关啊，都移去台北关，怎送来三总？送来三总的时阵，三总看看的吼，伊嘛无法度，你知无？伊讲吼，看看的做迄个神经传导甲肌电图，看起来讲，这个接起来吼，机会几率不是很高啦吼。建议我讲，那你我甲你做一个护具，手的护具吼。好，你手吼，甲你冻掉，卖手掌卖有你按拗来，啊，你每天吼就是水疗、电疗，刺激他的神经。啊，我每天甲你注 B12，B12 不是用吃，是用注的，迄注了吼，注手的是哀哀叫，你知无？我听咧，会痛哦，嘿，我听到哀哀叫咧。结果伊安尼讲了吼，啊，无法度开啊。这个主治医师吼，我这个主治医师走的时阵吼。再讲我来一个主，另外一个主治医师，伊甲我迄个主治医师为着要抢主任，两个是死对头的。伊讲陈文斌，我跟你讲吼，伊无法度甲你医，我法度甲你医，我甲你接，我甲你经营法度。伊讲我法度，但是吼，你一定要先出院嘛，你袂当这个医生袂当转来这个医生嘛，先出院了吼，你再过来挂我的号，我再过来修理个大病。啊，即摆毋着这个程序做完，伊修理个，结果。来的时阵哦，哎呦，对我足好嘞，你知无？哦，啊，就问哦，阮大是啥物人啦？啊，我是啥物案件啦？安尼问，啊，有时啊，就甲你吼，迄个陈斌，啊，这样咩事吼？我的，啊，你若吼临时有啥物代志吼，啊，叫宪兵靠我，啊，面顶都拢有因家的电话，因家的住址，你知无？啊，我咧想，可能是要叫我送红包，因较早。外科的吼，也要共开刀，进程拢安尼，你知影？不管是军医也好，私医也好啦。我歹想着敲电话问阮大诶，阮大讲，无我叫人家送一盒水果去啊。哦，啊下骹只，囥三，讲我囥偌济安尼嘛。阮大就叫人送去啊。送去了后，有事。内底囥偌济？内底囥偌济啊？可我来囥袂少咧啦，然后囥20-30啦，嘿。所以那当年20-30很多诶。对啊。结果伊一天就甲我问讲，你较早你咧佚佗咧走酒店吼，迄是拢啥物情形？我讲吼，卖问我直接带你入去，因为我以前咧住院的时候吼，甲宪兵拢出席的嘛。你现在叫保外就医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借护就医。借护就医还可以出去？嘿，因为卡扣吼，唔是钉铆钉的卡扣，是用锁头的。啊，迄两个宪兵吼，拢去我收埋啊，所以吼，按时间到，卡扣就拔开去啊。八开去的时阵哦，小夜班的护士吼，我拢甲阿虾子拢足好诶，等下买一下点心互食啦。还佫有一个护士吼，很爱看刘墉散文集，你知道？那买几套送伊，你知道？所以暗时也要出去，等下拢。你为什么不干脆这样逃兵算了？袂使啦，你在里面逃兵那么辛苦，逃兵佫追加一等，你知道？我即下就带伊去啊 ，A 去吼，去了会上瘾呢。其实带等下偌欢喜咧，即马也无开刀的时阵哦，伊若明仔载无开刀，伊就讲，村民，咱银行过来去倒位，过来倒位。嗯，我是在冒咧烧你听，收偌济钱通开？嗯，对不是，迄嘛不是讲阮后壁阮大吼财力上好，都免好多人开。结果咧，即马过年到啊，明仔载除夕夜，你等于手还在残废之中，就这样去酒店，你的手就带着那个这样上酒店，在那个塑胶模型安尼，啊，加扣起来，我来去啊，嘿。等个除夕夜前一天哦，会人去正经甲你开上你手术房哦。我伊嘛大有其事，甲你开哦，开几个吼，出来的时阵，甲我讲一句话，讲，陈明，我看看哦，你这嘛无法度接，你这嘛无法度接，我讲啊，无法度接变喏，伊讲哦，我搁甲你试一遍哦，提脚的神经起来接安尼啦，
我讲我要搁提卡的声音起来之后，啊，你有包无？伊讲真歹讲，我阿玲免啦，谢谢。谢谢阿刘啊！你可以，你提卡的神经过来接，你唔知要讲我提。那唔免搞我，你有一刀就知影讲袂用去接嘛。你还敢捏一刀捏了，还敢讲我刀无我刀接？哦，哎，迄刀一刀刀偌长，你知道？迄刀安尼手还阁开 S 型的，袂输咱咧架只吼，开 S 型的。天哪！结果我怎吼？我怎迄边开始吼？我拄着这个军医，我头尾吼，我开六七十万。嗯。含占酒店的咧。嗯。含乌西啊咧。嗯。啊，人伊也提了真好，人伊也啉了真好。嗯。结果甲你医袂好。你的手好了吗？好了啊，结果是中间接回来啊。